在中东的形势就是有力量的人说话、哦、你最有力量的人说话，所以以色列说没有，我不会去打伊朗、哦、我没有说我要打伊朗，可是针对对于以色列有侵略的，有破坏以色列和平，让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的，我全部要消灭。所以他做了什么事呢？他直接针对加萨走廊，以前都是讲针对加萨走廊北半部，现在针对南半部这一块地方，是加萨走廊整个军火资源的命脉。因为据以色列的情报消息，有非常多的战争的资源是从埃及透过地道直接输入加萨走廊，让加萨走廊的组织，这些恐怖组织在地道里面，它不会受到战火的摧残，摧残的都是百姓。那如果地道的这一节资源没有给它截断，那么永远它都在地下继续进行恐怖主义。所以这次以色列直接对当初没有发现的地道，以色列由北往南直接逼近了埃及边界，就是我给你截断，我把这些小小的 红线、哦、都是地道，那但是南部与埃及相近的地道以前都没有完全把它截断，没有破获，这次破获了，直接由北向南压缩，压到埃及跟加萨走廊的边界，直接截断你，让你没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支援加萨走廊的这些恐怖分子。那么这时候以色列说，我就在做，我没有打伊朗，我也没有打黎巴嫩，我针对加萨走廊的恐怖组织，我先把它肃清。所以他先动手了，以色列先动手了，他展示的是，如果我要做，我针对一个战争，你要跟我打仗，你要跟我掀起战端，我不是教训你，我也不是给你点颜色看看，我是跟你拼命，这是以色列的态度，我要跟你拼命。各位，军人在战场上，你遇到了勇敢的士兵，你要尊敬他，遇到了不怕死的士兵，你要更勇敢。可是你遇到了一种士兵，说句实话，你真的没辙了，叫做不知道什么是死。这一些以色列的做法就是，你要让我生存不下去，我跟你拼命，你勇敢，你不怕死，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就是死，我就跟你拼到底。所以这个时候加萨走廊的事情解决之后，整体会改变。大家可以看一看以色列的猛烈攻势，把哈马斯的地道整个炸开，看到没有，这么大一个，以色列发现了第25条的通道，从加萨通往埃及的大型通道，这么大，它的中型车辆可以过，可以偷渡武器装备还有资源。埃及政府就说，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地方的经济，你要买我就卖，你有需求我就卖你，反正我收的是钱。所以这个部分直接截断了这第25条的通道，这25条通道原则上加萨走廊有很多的资源进不来，所以以色列同时打击加萨地区的哈马斯的警察，拥有枪支且可以任意击毙他人的权利，就是我告诉你，我直接把你给截断，我直接把你的权利给没收，这就是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指出，我们已经消灭了哈马斯的军工负责人，这个人我已经消灭了，所以说在整个加萨走廊原则上我们的战况会慢慢掌握到而且以色列针对一个地方，叙利亚机场，针对叙利亚机场，为什么你发动了这么多的飞弹攻击，发动这么多无人机对以色列无辜的百姓做攻击，所以我必须要让你整个机场受到一点教训，所以直接将伊朗在这个叙利亚机场里面的无人机的计划真主党指挥官直接击毙、哦、直接击毙，也就是说你要跟我挑衅，我会做最关键的打击，至少都是打击你的最高指挥官，这不容易耶，最高指挥官受到多少的保护，伊朗保护，叙利亚保护，真主党保护，但是以色列可以精准的把你给击杀击灭，这是真正让人身心胆怯的地方。